抓丧尸给你打工是什么体验？昨天打败了一只丧尸 BOSS 地狱暴君，养起来当宠物，不仅继承了我76%的攻击力，还拥有4个技能，太酷了！赶紧起来给我打工。那你？海底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到。不神经病吗你？在地狱暴君的帮助下，我的武器变得越来越无敌了，还抓到了蜘蛛女王和哥斯拉。很好，我们的打工者联盟又多了2名大将。据说最后一关是变成丧尸的老板，真想马上抓到他。你也快来末日枪神试试吧。